突破能力很强的队员，这边又是把球给丢了。哎呦，好在许博这个球又断了回来，赶紧要退防啊！这个时候所有人都在看着。哎呦，这个球有点太无理了，这边裁判又是吹了越位，阿甘显然认为自己这个球没越位，我们等会再看一下。